较早来呢吼。清早迫不及待出任务。上车，上车！哇，我要一摆登到主电话嘞。熟练转动方向盘，64岁蔡国章过去在大陆担任高阶主管，父母年迈，加上母亲罹患脑癌，3年前返回故乡。为着阮妈妈、阮爸爸，甲伫铁闸死一落来，进程拢好好哦。啊，就化验了尔，哦，随切落啊，暗时拢无啥困啊。弄个狗，弄个他们老母在做个狗啊。后面还有一些那个箱子。有弄那的仔，弄那猪仔啦，我们这当那的屁仔啦。相隔一年，父母相继往生，志工关怀抚慰了丧亲之痛，他决心踏入慈济。我们妈妈的那个佛事啊，我们慈济的志兄姐啊。真大的关怀，包括交通指挥好，拢帮阮做甲好势好势。退休了的时吼，伊就专心投入咱的慈济，啊，这么做咱的培育干事吼，啊，做得很尽责任。这环保成功爱落去，感觉是无简单啦。将感恩心化作付出的动力，有志工陪伴，蔡国章的退休生活充实不孤单。对的代志做就对了。大爱新闻是与陈振瑞平台南报道。